那咱没有盒饭呢，喊啥呀？等等，我没吃着饭呢。等等，我没捞着饭呢，没收着。天哪，没收着。那时候开始。等等，大哥，大佬，都不是他对手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就怕他不会有邻居了。去哪？新来的，你刚进来，油水太大。这三天的狗粮我替你包了啊。还有你的。别以为你瘦我就不吃你的。吃饱了。反正我今天订了鸡腿，你爱吃不吃。不按套路出牌是吧？我的呢？我让你吃。算你狠，走出来干一架。我怕你呀、啊，没点实力，我敢吃你狗粮，那揍你！先来一个大狗拳法！服了！谁让你们打架的？都滚回笼子去！进去！没完了是吧？你怎么跑我笼子里来了？服了，真服了！又去抱你大腿了！白胖子，没说你是吧？不知道有好吃的，先给我吃嘛！啊，巴巴的自己吃上了。哼，算你识趣。一会儿我吃完，我给你留点汤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还你的。